现年69岁的赵雅芝仍然活跃在娱乐圈，内地不同场合都见到她的踪影。近日网上竟然疯传赵雅芝的死讯，有报道仅以赵雅芝先逝，世界再无白素贞，一路好走为标题，一班网民都信以为真了。赵雅芝的工作室在星期三紧急发声明辟谣，直斥造谣者没有道德底线，为博取流量恶意发布赵雅芝去世的消息。工作室又透露已经委托律师，并会采取法律行动，同时亦呼吁外界不要随意相信谣言。